这颗就是上周狠心勒毙女友的嫌犯吴典宏，两人三个月前才在网路上认识交往，后来干脆在芦洲长安街租套房同居。男的平时没有工作，吃喝玩乐全靠女友出钱，最近跟女方家长反对，前男友也跑来要求复合，两人经常为此吵架。上周吴典宏竟份额勒毙女友，犯案后还故布疑阵，营造自杀假象。他连遗书也是用电脑打的，帮亡者打的，然后上面写，我是听说了，上面写说哦，我叫他打死我的啦，你会相信吗？这款软食的查甫人，下辈子恐怕只能在牢里度过了。嘿，嘿，告过什么？这样我先抄他的，你先抄。你这死囡仔，你这死囡仔要休息。